是的，是的。你好，我先看一下。哎、欸，不是，这个怎么可能过得去啊？要加速，那个要加速，那边要加速，一定要够快。点在哪里啊？靠，那种地方怎么过去啊？哦，快遇到你们了！天啊，这边可以上去。到了，跟我讲。哎、欸，我可以直接开飞机载你。好啊，我在门口。搞开了，我看到你了。我看一下。哦，开关我过了。只要碰到那个点，只要碰到，我碰到了。你也碰到了？我碰到了，我刚刚就碰到了。这么猛！耶、yeah! ！还有更过分的吗？来，看到巧克力的点了，觉得目前最让我想到最过分的、就是说地图上的点呢、啊？第二圈，第二圈，还有第二圈啊！还有第二圈，目前我有办法想到更过分的。作者自己也过得了吗？连那个黄点都碰不到，太难了吧？哇塞，这个点好远呐、啊！呜呼！机车直接飞走啊！我一直在哪里上？看到了。哎、欸，这会又埋一个。哎、欸，这会摔死，只要撑下去。我在载你啦，你个。我在搭上那个路上的黑人。这会摔死哎、欸！埋一个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是你把我打死的？打两个是黑人，你在跑什么、啊？天哪、啊！摔死要怎么下去？我找个好地点降落了。哎、欸，我来喽！有看到我吗？有看到我的点吗？有。哎，你再过去啦！哇哇哇！跌倒了！这哎、欸，这游戏太难玩了！你怎么消失了？我在这。哦，看到吗？看，有。他在跟我开玩笑吧？啊，这不会摔死！我要落在哪里呀、啊？我看到你了。他今天开在这里啊 ，Good， 我过不去那个货柜啊，好可爱的小飞机哦。哎呀，丢丢我给。嗯嗯啊，我的啊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卡在这里啊？够了，我刹车下去了，那个，他就、欸，你看我卡住了，我一摆 pose， 超强哎、欸，会摔死哎、欸，刹车看他会不会摔死？为什么？再试一次，为什么他还在摆 pose？ 哎呦，哦，上来，有吗？欸我上来你又不这样，啊？哎、欸，你错位，啊？本事他自己在跑，欸、没有按嘞、欸，啊，差一点，繁星也到了，我卡住了，哦，好难走，我、哦、上来，啊，有在动吗？有，牛，哦，回到路面上了，啊，我们找一个宽敞的地方起飞啊，啊，你过了，嗯，过了。欸、看到终点了，是不是我连你很累啊？感觉你开的一直跳来跳去，哦，摔死！啊，起火啦！有人说这是飞鱼记吗？没关系，你先别下飞机啊！啊，行。看到终点了，噔！这怎么过去啊？我看能不能够撑到飞机场啊，飞高一点。哦，还好没有第二圈，我会杀人。啊！你过了，我就没办法。所以你现在在空中？哎、欸，这更过分了。我看你怪怪的、欸他。他连终点前都要这么过分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看你没有在动啊。终点前哎、欸，啊、在飞耶、欸！终点前还来这招？哎、欸，我连你到底是什么问题？才怎么过吧？哦天哪、啊！我看你跳机了。那你看我会死吗？我看你跳机，那你看到我怎么了？我还在陆地啊。啊？那刚刚跟我上飞机的不是你啊？是谁？还是你开你的战局，然后哦，差点真的有灵异事件啊！觉得有灵异事件，灵异事件，对啊，这是灵异事件哎、欸，灵异事件，我是说灵异的事件。哎、啊欸，我觉得在终点前面弄这个有点过分，降落喽！哇，你怎么又在机场啊？
现在你超难过，对不对？你还有在这个地图吗？哎、欸，我看到你、欸，哎、欸，我看你瞬间跑到机场去了，太神秘了吧？对，因为我真的飞到机场了，是你刚我上飞机、欸，超诡异。为什么，凡西？为什么？哦，你就会前说，现在更新后有时候会这样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有救哦！冰宫杯啊！这个北七啊，你心里还是几乎是开局的人的问题。对啊，那就帮你开。我投了啊！让我回去啊！他根本刹不住啊！如果我要开，我要先回 GTA 5嘛，对不对？过了。哎、欸，你看，你为什么不叫你等吗？为什么？干嘛？因为这样就没时间啦。会啦，他到前一个娃，不知道你要第二名结束才会开始记啊。已经开始倒数了啊。看一下，有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你是倒数二十五分钟啊。没有啊，那是我们玩了二十五，我们玩了二十五分钟，我们玩了二十五分钟。你是嘞？而且倒数二十五分钟应该也没问题吧？也很久啊。不可能，因为倒数二十五分钟还要很久。真的，发现你过了，没有？我在你后面。我真的有刹车。你开好要我。行，我在观战你，我去看一下后面那两个好了。不要，为什么不要？为什么要？我在看阿金，阿金在什么地方？啊、我在摔死。哦，你在这里哦，这里超难欸。我看一下你这边怎么过。你连这个都过不去的话，不会啦，有过啦。你看一下，你们两个都卡在这啊。这边你们会过了吗？哦，会嘞。你们是卡在哪一个？前面啊，这个吗？这个要从右前方过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送出游戏邀请。这边要加速。干你啊！要加速，老天邀你啦！关掉的话就会飞出去。规定要用飞的，终点啊、嗯！对，终点超我来了，那个骑下去过不去啊！你到终点了、啊，对啊，那个骑水会死啊！啊！骑水会死，进水就死啊！他如果骑那个上面呢、欸？骑上面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好好，这样就啊，差一点了。骑上面要你要跨过那个有那个救生圈，对吧？哇，这么短还能倒车哦！对我比中指，天哪！你是刹不住啊！我在根本就没办法刹车、啊。对我比中指，直线，只要到那边就可以。好好好，慢一点，你是坏人，慢一点。好好好，对，然后从前面，所以我过的话，左边鱼竿左边有一个坡，对，从那个树的旁边，对，然后直接上去，哎，有了，看到点了，你怎么跌倒了？我碰个点，有了，你过了，你在哪里？你也太笨了吧！繁星你在哪里？你好远，那是轮胎吗？不是救生圈，你在那么远，来，巧克力，你在你，没问题，那你在那边，进来就在机场了，你在那边私会一下，什么意思？我说你怎么一进来就在机场？因为我在离机场最近的那个地方买车库，所以我一下车就可以开飞机。厉害！啊，白痴啊！啊！你跟繁星在一样的地方了，你被繁星追上了。我在这里很久了。你按的刹车是按哪一个刹车？这是什么 ？R1 是就不是后退的那个刹车。真刹车，这个点在哪里啊？真刹车，你让后轮着地嘞？灯好亮，我一直都在让后轮着地啊。尽量让后轮着地。啊！哇！有了，你成功了。不行，重点是这个。关灯好了。哥。啊不！哦，我过点了。不，碰到了。哎，上来，他们上来了。上来什么？那警察上来了，快逃哟！那边我知道，我想象从隔壁吗？
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大哥，大哥，我错了。哎哎哎，在哪里啊？哦，跌倒了，跌倒了。这个地图也做的太细了吧？什么路都做好了。小波快到了，对吧？我可以过终点了。哎、欸，囧哥你也过了。我在终点前啊，你不是说第二名过就会倒数？哦，囧哥这么厉害，囧哥超仁慈。走这里好，这里好像比较安全。囧哥玩游戏也会变暖男。囧哥随时都很暖啊，只是暖乎乎。本人看起来，只是本人看起来凉凉的，冷冷的，很冷，看起来随时想要杀的，看起来充满杀意。所以他是外冷内暖，类似吊风烧之类的东西吗？为什么我飞到那么远的地方、啊、我看到一台飞机要来啦，骑错路啦，骑错路了，在左边这里，我来啦，在左边会撞下来啊，上车上车、啊、原来不是飞机，是一台车，走错了，哇、啊、这样迎接的、啊、厉害厉害，不过这台车往非常快、啊、要走那个木板，让我下车方式真好，哇，这样你上个吊车，走那个走码头啊，对对，走码头那个罗马桶，然后跨过，好像有比较顺呢、欸。轮胎还是救生圈的。这游戏到底要这边到底要怎么过啊？日摔哎、欸！对，我用翘果链。走，我的手。你还是去骑楼梯好了。走。好，上来了。走。我这。你不要落海、欸。对这世界表达我的开心。欸、为什么、这么好过？哇哇哇！哇！哇那这边没有那么简单吧、啊？好了，至少可以从这边走了。为什么看到有人在摔？不要骑那边啊，范进！范进，过了。你从左边，你从左边骑啊！这样你不会摔死。你从左边骑。是左边啊。到左边的山，沿着山的零件骑，到一个地方再下。转一圈。到一个地方可以接的时候再下、哦。没有，这里有。订阅。Bang！ 谢谢 David 八二二六，谢谢订阅六个月。我在玩这边可以下去吗？啊，这是什么白痴啊？对啊。哎呦，我想要闪光。我、哦、铲车了，把它铲起来了。你做什么？多少？好猛！哇哇哇哇哇！这台车前面的底盘超低，所以有时候可以铲车。欸，How are you doing？ 跟着白光走。没错，我现在车上有巧克力哦。跟着白光走。走哎。外套底下什么都没有哎。对啊。你看，我停在门口前，他们会开门让我进去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买飞机。你已经买下这里啦。这是什么商会？没有，我有买飞机，然后我只要叫飞机，我就有机场的使用权。哇。有钱人就是不一样。他就是从楼梯上摔下，我从楼梯上很难，哎，慢慢的滑，我都很急耶。军用喷射机，感觉很厉害，超大台，超大台，感觉有救，这里感觉这是游戏中目前最大台的客机哦，客机，干嘛？为什么要直接撞？因为它可以载16个人，那我也可以上吗？要大一点，可以载16个玩家，掉海了，掉水，就算是皮肤有点黑，也可以上飞机吧。这要看你的国别跟血统哦。那我应该可以啊，验个血应该可以的。嗯嗯。虽然每次上飞机都被安检人员给堵下来，不然很容易偏掉。你要压过嘞，准备起飞喽，飞吧！你在前面要撞上去的时候拉起来。我有拉，我有拉，起飞喽！旁边的是在我在这里吗？没有，还有我。起飞了，那你在哪里啊？呜嘿！嗯，不行啊，你要带我过啦！没有到，这你也可以翻过来飞吗？可以，这可以。哇哈哈哈哈！我觉得快要掉了。行行，可以的。好好好，你行就好。我真的有啦！真的有啦！你有在开台啊？从头拉到尾，还是在到的时候拉比较好啊？不拉工序。小哥也在开台吗？有啊。车导航。看好了，一不用太不用很快，速不用很快。
三到前面的时候。